第十七天，哺乳类，长颈鹿，山羊，大猩猩，天竺鼠，仓鼠，刺猬，河马，马，袋鼠，树袋熊，狐猴，豹，狮子，猴子，老鼠，水獭，大熊猫，坚果及谷物，杏仁，大麦，腰果，栗子，玉米，花生，开心果，米，核桃，小麦，其他植物，竹，盆景，仙人掌，香柏木，蕨类植物，捕蝇草，草，常春藤，枫树，香树，棕榈，松树，多汁植物，番茄，形状，圆形，椭圆形，三角形，正方形，长方形，菱形，平行四边形，梯形，五边形，六边形，八边形，立方体，圆柱体，上箭头，下箭头，左箭头，右箭头，云朵形图说文字，椭圆形图说文字，十字形，心形，心月形，心形，体育运动，跳伞，翻伞，马球，滚轴溜冰，英式橄榄球，浮潜，设计，滑板，滑雪，斯洛克，冲浪，游泳，网球，水球，滑水，风帆冲浪，文具，夹子，切刀，橡皮擦。
荧光笔、记号笔、笔袋、剪刀、订书机。